徐小新举这个例子就很好笑啊。中国是承认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可以在中国设立一个，不管是在大使馆或在哪里设立一个办事处，设立一个独立的地方来投票。那今天我们是要选总统嘞，我们今天要选总统，那你说中国会让我们在中国一个地方，然后说我们要选台湾的总统，你说他们会让我们设这投票所吗？第几届总统投开票所？中国会让你弄这个牌子出来吗？所以中国会让我们好，比如说这个中华民国第十二届的总统选举，然后我们可以设在中国吗？进去的都叫台独。中国有承认台湾可以选总统吗？进去选的都台独哦，进去都台独，因为你在选总统、副总统，都台独。那个实际上就不可能嘛，他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他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有总统选举，他认为你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嘛，所以怎么可能像徐小新所讲的，人家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当然可以选他们的总统。好，除非今天中国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在那边选总统嘛。第二个，你在那边设一个投票所，今天这个国安局长蔡局长还有讲很清楚啦，人民的自由意志会受到影响。好，今天比如设在一个地方好了，设在中国一个地方，好，进去出来投票，你想进去里面投票的台商投出来票的人，大部分已经投国民党嘛，如果里面投的是民进党居多的话，那完了，一定会被查嘛。啊，说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投出来都是民进党的，不是国民党？所以进去投票的人自由意志一定会受到影响嘛。这已经违反到宪法的规定了嘛。宪法就规定说我们是属于秘密投票哦，所以说不可能说我们要投票投给谁，事先让人家知道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按照国民党他们的说法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要通讯投票哈，要方便这个台商来投票。那在中国设投票所，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，哈啊！所以我是认为哈，现在这一个我们是先用公民投票法，是用移转投票。移转投票说啊，我今天户籍在高雄，但是我在台北上班，我可以先登记在台北的投票所投票，在这个台湾境内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国民党或是民众党，他们要求的不是这样的，要求的是通讯投票，甚至要求的是电子投票，这个都跟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。